大家好，歡迎收睇《錄音闖蕩》。同大家講個好消息先，早前墮馬嘅騎師羅莉亞咧，經治理之後冇乜大碍啦噃。希望佢快啲好翻，快啲出翻嚟同大家見面啦。不過咁計下計下，應該有段時間都好難欣賞到阿炒飯哥嘅功架啊。嗯，咁啊冇炒飯哥唔緊要啊，仲有佢嘅功架啊。邊個？呢晚谷草野菜，莫雷拉、史卓峰、潘顿、毛显东以及杜利来都有头马进帐。不过整晚尽显功架嘅就系 Iron Man 郭能啦。佢先后凭住拆骑嚟自河梁马房嘅天胆同威先生夺得两场头马，去到尾场更加凭住拆骑嚟自霍里士马房嘅金丝叻将，全晚总共以三场头马登上骑师王宝座。郭生恭喜晒！嚟紧沙田日赛嘅焦点，将会系曾经出战总场次490赛事嘅赛区，其中蔡若翰旗下嘅当家精选，今季经已替做三出三捷佳绩，第一仗出战竞逐田草千二米赛事，喺直路逢马过马，轻松抛离对手胜出，而第二次出赛又以五个马位之先力压亚军嘅帝豪宝宝，而上仗喺总场次490赛事中，佢继续大幅度咁抛离对手，成为冠军。今次再度上阵，到底可唔可以延续强势，保持不败呢？至于郑俊伟马房嘅人人有福，虽然喺总场次490上阵嘅时候跑第十，但上季曾经喺三班赛事两度获胜，今次降入四班，有冇机会攞到今季首场胜利？密切留意星期日沙田日赛。今届的冠军一哩赛以及主席短途奖的参赛马匹名单在昨日终于正式揭晓。冠军一哩赛方面，约翰摩亚将会强阵出击，派出喜莲掌声、无敌飞龙以及佳龙驹。佳龙驹作为香港四岁马赛事系列首匹三冠王，已经创下了四连捷。前仗打比大赛近以一又四分三个马位超前巴基之星。曾经六次赢过呢项赛事嘅大摩，可唔可以凭住佳龙驹再下一城呢？另外，两匹浪琴标香港短途锦标盟主幸福指数同有型格就即将出战主席短途奖，究竟边一匹可以技胜一筹？五月七号沙田马场决一胜负。Number two，快活谷呢期又有新玩法啦！事关呢一晚跑马地马场就举行咗一个以赛马互动科技为主题嘅 party， 除咗可以透过 VR 技术同靓仔骑师梁家俊一齐游历马场，仲可以变身成为虚拟骑师，感受赛道驰骋嘅快感。玩完咧就跟手欣赏埋音乐表演同埋刺激嘅赛事，真系够晒过瘾啊！嚟紧呢个 party 咧，仲会举行多两次噶，一于入场再玩过啦。哇！赛马咁高科技，而家真系犀利啊！估唔到而家仲可以做埋虚拟骑师添喎。啊，所以话你啲时间独男啫，见识少啊！虚拟骑师有几咁劲啊？阿叔，我上季入晒马房，咩都玩晒，今年连只马都做埋，问你怕未？系啊，做马做到你咁叻，我嚟认啦！我真系第一次听咋。阿马先生，嗱，马生，你有冇呢匹马咁叻啊？睇过。Number one。为了备战女王杯，高东尼旗下的巴基之星早前参与千二米泥地试习，在蔡明少的策骑下，巴基之星以轻松姿态首名冲过终点，状态劲 fit。 巴基之星很大机会火拍苏少辉出战女王杯，这匹超新星可不可以靠着凌厉后劲继续创造奇迹呢？密切留意。巴基之星状态大勇，今次外国的代表要小心了。霸基之星呢一种赢在终点线嘅精神真系好值得人学习，我直情当佢座右铭啊！哇，大斌仔，你喺女王的教室嘅表现就真系输在终点线咯。哦。欢迎嚟到女王的教室。哎呀，棘住咗。哎呀，唔系。哎呀，成只手只脚咁，点样摆只脚上去，踢咗你只脚落嚟啊？系。唔好嗌先得噶。OK， 今日未上完堂，唔准走。第四堂跑。女王啊，又话学跑嘅，有乜解救我哋坐到咁叹呢？啊，我知啦，一定系女王收回成命，真系万岁万岁啊！又讲废话。嗯，麻烦你揿住佢先啦。就凭你哋嘅骑功，你觉得你哋可以开始跑啦咩？睇下人哋点跑先啦。
你要唔要食一粒啊？戒咗。女王杯嘅途程几经更改，去到1997年定为2000米，直到今时今日，目前最快嘅时间就系由鸡尾酒喺1999年刷新。呢匹由慕斯尔拆骑嘅法国赛区以2分00.1秒时间胜出，呢项纪录依然保持至今，未被打破。喂，阿莲啊，我爱你啊，莲，我真系爱你噶。阿强，唔紧要啦，你同你老婆讲，我真系好爱佢啦，好唔好啊？唔该你啊。喂，唔该，我要夏威夷啊，后批送嚟屯门公众剧术学校。吓，太远唔送啊，咁由佢啦。踱步騎者要先有平衡，先可以感覺到馬匹嘅節奏。做咩啫？咁急咋？未學好基本啊！邊個先？佢先。褪後腳先。第五堂踱步。感覺下同一隻馬同一齊行，人騰騎緊馬嘅時候要合一噶。繼續起身。坐低，起身，数住一、二、一、二，唔好快嗰只马。一，系 ，OK， 哦，捉到一下又捉唔到第二下啦。脚系你用力嘅地方，但系只马一出嘅时候，你只脚系唔使用力嘅，只马系会自己有个 rhythm 弹你起身嘅。好 ，OK，OK， 紧张啊？佢定我？你太快啊！佢未抛你，你已经起咗身啦。Okay. 你是因為隻馬拋你的時候起身，你坐低拋你的時候坐低，你是感覺到隻馬拋你起身的，你是不用用力的其實。OK， 原來真的有人不識 trot 噶。我好像佢有佢行，我有我行，係啦，好像 off beat， 佢永遠 on 我就 off， 佢 on 我。OK，let's、okay, go， 起身坐低，起身，唔好蹬兩下，是一、二、一。二系冇错 ，OK， 再嚟一、二，坐人再坐直啲，个 rhythm 啱啦，系一、二、一、二，冇错冇错，系你感觉到个 rhythm 啊？我感觉到啊，完全感觉到。OK， 再嚟一、二、三，只眼向前望，唔好周围望，30岁都唔得啊！望住前边，唔好望地下，望地下跌咗落嚟噶啦。OK，very、okay, good、嗯。呢、這個錯到啊！頭先個錯唔到啊！頭先個錯唔到啊！點解嘅？好好難，其實真係好難噶。我覺得係真係天分上嘅問題咧。斌仔個 pat 應該有問題。喂，斌仔真係真係唔好摁啦！你咁樣摁法唔怪個 pattern 咁犀利啦！真係唔好灰心，真係唔好灰心，真係冇分，真係得嘅，真係得嘅。唔係練多幾次真係得嘅。係認真嘅，我覺得因為咧頭先喺即係個馬上面咧，即係個 rhythm 咧，我有我，佢有佢，要捉嗰、那個即係、就是、你同佢個溝通，而係最正係佢講唔到嘢噶嘛。佢用佢步伐嚟同你講嘢。其實頭先咧，我知點解你會咁密嘅，因為原來咧個秘訣就係咧，佢每行兩步咧，你先至上，即係譬如搏。搏四下啦，佢四步啦，你係搏一下一下，跟住先搏咁樣嘅，所以你 pattern 快咗一個 double 嚟噶，即係如果講首歌嚟講嘅話咧，你 rhythm 快咗一倍嘅，係啦，你不如四分三上下四分三拍入一個巴裏邊咧有四拍，但係你我八拍出嚟，繞圈啊嗰邊，咁啊唔得啦，今次唔錯，會再玩嘅會再玩嘅，即係 very good 呢個真係 very good。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希望你哋对女王杯同埋马术嘅知识增加咗了解。落堂4月30日，女王杯沙田马场见。再见。做完嘢啊，松一松啊，不如打邊爐啊，你好唔好？開心啊，真係啊！你咁開心啊？哦，你唔想上女王堂？
唔係嘅，唔好咁講。其實我本身即係嚇聽唔到佢嘅教誨咧，我心都係囉囉攣啊，聽唔到佢把聲啊，唔知點咁樣。哇！你咁掛住人啊，不如上多堂啦。冇，夠噶啦 ，OK 啦。誒，今次唔係女王啊，而係馬匹買賣經理丹尼斯。轉頭翻嚟，佢會講下入行嘅經歷。咪行開啊！